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封神榜，我是大家的封神老师若风。有两期版本的改动信息已经透露，其中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是一位一直遭到削弱的英雄突然迎来了加强和春天，他就是可怜的刀妹，没错，就是他。那么这个版本中呢，他的 Q 技能 AD 加成提升，并且蓝耗减少，可以说前期线上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一个加强。为了迎接刀妹的归来，我们得先着手练起来了。一秒八层的一个战争热忱，战争热忱目前正在被 ADC 广泛使用，部分战路的英雄呢同样适用。近战普攻每次都能叠加两层被动，下面呢就教大家如何在一秒内叠满这个天赋。刀妹这个英雄非常特殊，一技能和 Q 技能呢都默认为普通攻击，并且这两个技能都能够打出改善普攻的效果，包括红 buff 等等。那么就简单了啊，我们的普攻出手瞬间呢，使用一技能，接着使用 Q 技能完毕，自动打出下一发的普攻，所以两级的刀妹啊就能够实现一秒四刀了。同时战争热忱也已经叠满八层。来到天赋方面，获得 59.18% 胜率的玩家选择了这样的一套天赋，凶猛系呢点出盛宴与吸血，加上刀妹 W 的一个被动，能拥有强大的线上回复能力。而爽金猎人则提高刀妹的后期伤害，作为战怒的英雄点出战争热忱，可以让我们的伤害直接爆表。那么鬼炸系呢，我们点出刺客同样增强线上的能力，危险游戏则可以让我们在团战中屹立不倒。符文方面啊，刀妹的专用符文比较的苛刻，红色攻速，蓝色成长魔抗，黄色成长护甲，精华一个攻速和两个固定护甲。基于 W 技能的一个真实伤害呢，刀妹通过提高攻速就可以拥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伤害输出了。成长性的一个抗性符文在后期拥有较高的一个保护能力，而符文不全的玩家呢，也可以使用比较简单的一个通用符文，红色攻击力，黄色护甲，蓝色魔抗，精华固定攻速或者攻击力。来到书中，战怒且对攻速有追求的英雄都会偏爱这样的一件装备，并且也是这个刀妹的核心装备羊刀。三项之力对于刀妹来说也会非常的关键，而羊刀呢在增强输出的同时也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清线能力。接着啊，三项之力三速鞋或者水银鞋、血手、大翼魔刀、复活甲，这些的装备能够让我们既能输出又能抗伤。在 6.6 版本下，白金分段以上的390万场 rank 中，我们统计出了5个刀妹比较好对付的英雄，他们的特点比较明显，都是需要发育而且缺乏战怒能力的。刀妹近身输出的优势使他们痛不欲生，而以下英雄呢则使得刀妹皮小头痛，他们拥有高回复护盾以及带控制效果，这些英雄呢都使得刀妹难以安稳的输出，对付他们时要格外的小心。最近啊，上单的艾克可谓是慢慢的活跃了起来啊。那么在 6.6 版本中，他的被动以及一技能都得到了优化，但是面对强势的艾克，我们完全不虚。下面呢是来自韩国 CJ 战队的顶级上单 Someday 的刀妹教学。一级的艾克会利用 Q 技能快速清线抢二级，我们利用他补刀的一个间隙，利用长手的一技能骚扰艾克，趁机多砍他一下。而刚刚到达二级的艾克突然冲了上来，这个时候呢，刀妹不慌不忙用一技能把他晕眩住，趁机反打了一下，而艾克几乎没有任何的输出机会。率先到达四级的刀妹并没有主动的进攻艾克，时刻提防突如其来的危险。这时候艾克 Q 技能出手，而且在拐角处敌方的先觉起屠刀后干克，作为顶级的刀妹玩家可以轻松化解这场危机。 Q 技能瞄准残血的小兵，艾克一技能瞬间扑了个空，在他第二次突进的瞬间，我们利用千珏作为跳板顺利的跑回塔下。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艾克你等着瞧。那么通过腐败药水，我们血量恢复了一半，本着血量的小优势啊，艾克企图上前消耗，抓准这个机会，我们瞬间位移躲开艾克 Q 技能，接着一技能把突进到身边的艾克眩晕到原地，然后利用 W 真实伤害和他对 A。 艾克果然上当，并没有预料到刀妹的一个高额伤害，最后 Someday 一发突进直接完成单杀。
基于刀妹 Q 技能的斩杀重置效果，在前期呢我们就拥有强大的支援能力。这一回我方下路正在发育，而突然巴德的传送门从墙壁出现，除了巴德之外呢，酒桶还潜伏在隧道之中。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缺乏位移的镜。波比推开了酒桶，然后闪现逃离。鲁莽的酒桶呢最终还是葬送了自己，但是我方下路生命值都大幅度的受损，竟被套上了虚弱，岌岌可危。而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发挥的最佳时机，巴德已经难逃一死，我们瞄准 EZ 减速后普攻，接着一发 Q 技能收下人头，既来之则杀之，残血的巴德怎么能够放过？刀妹最擅长的超远突进就要发挥，双 Q 突进拿下首杀。再来看到这一波啊，我们果断的使用传送，带着双 buff 的龙宝宝，我们是不可能放过的。这波开启 W 技能，虽然扇子马已经开始捆绑我们，但是我们瞬间突进到对面龙宝宝的身边，普攻界一技能瞬间将他带走，双 buff 直接到手。奎因凭借手长伤害族的优势可谓是上路一把，前期奎因会特别的凶，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补刀，但是一定要吃到经验，我们在高等级的技能配合下呢才能够更好的反打。此时刀妹补刀后首先刀流，此时不拼更待何时，要注意这个细节。我们利用残血的后排小兵作为跳板重置 Q 技能，同时又能够贴近对面的奎因，因为奎因还多打了我们一下，所以我们一技能呢能够将他晕眩，接着开启 W 利用 AR 的连招瞬间打出高额的伤害，最终奎因被我们满血击杀，优势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中。由于凭借乌兰号技能高伤害的一个优势，在线上非常的强势，刀妹在没有获得所有基础技能时较为被动，我们千万不要着急，找准反打的机会是非常关键的。离线慢慢的靠近我们的塔下，由于 Q 技能的一个原因，塔下补刀还是非常好补的。我们的兵线已经开始推进啊，就是这个机会，敌方的炮车残血，我们使用 Q 技能快速突进，眩晕鳄鱼的同时多砍他一刀。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战争热忱已经是四层了，我们先养车塔下，继续瞄准鳄鱼身边的残血小兵，又一发突进，两次平砍鳄鱼，此时热忱已经到达八层 solo 近乎无敌。可是我们不急，再次养车，一技能即将转好，这次直接突进鳄鱼，接上一技能和普攻，最终还骗出了鳄鱼的死亡闪现。布隆开始游走，来到上路为我们插下一颗针眼，排查三角草丛的眼，并留下了一颗假眼。奎恩回到了线上，酒桶蹲在了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正中我们下怀。而奎恩呢也非常大意的在线上使用掉了 W， 奎恩亲的小兵在拐角处开启大招，直奔刀妹，是要拉下我们的人头，而这一切呢都被我们看在眼里。奎恩率先发动攻击，一个 EA 把我们打至半血，但是我们并不着急，一个丧尸走位，同时躲开奎恩的 Q 和酒桶的 E， 机会来了啊 ！Q 技能贴脸奎恩，一技能眩晕，开启 W 和大招疯狂输出，奎恩瞬间残血，酒桶一个大招呢把我们炸开，然而为时已晚，我们最后一发刀刃飞出，奎恩化成灰烬，真是一次完美的反盾击杀。中路团战一触即发，企图开团的牛头被反手控制，一顿胖揍，血条瞬间被打空，残血的单位出现，刀妹是说传送降临了，奎因吃到了女强人大招血量不佳，我们已经将他否定，一个 Q 技能贴脸，一发普攻居然打出了暴击，瞬间拿下奎因的人头，一瘸一拐的进姗姗来迟，我们一技能眩晕，开启大招配合平 A 打出爆发的伤害，进吓得都撞墙了，可怜的家伙一同取回泉水吧。刀妹虽然是个半坦，但是团战的时候呢千万不能第一个去扛伤害，找准切入的时机非常重要。这我方排演的布隆遭到骚扰，刀妹上前支援，双方慢慢的集结，牛头一发 Q 闪差点就控制住了女枪，此时我方的阵型处于不利，瑞兹传送参战意味着我们必须反打了，最后排的进开启大招，直接把女枪打成残血，爆发的子弹也把布隆打成了残血，而此时敌方五人都处于较好的状态，此时酒桶一发大招仅仅命中瑞兹一人，而我方视野已经发现了敌方全员的位置所在，这个时候女枪在安全的距离直接使用大招，而挖掘机呢也完美的击飞草丛中的所有敌军，这个时候时机来了，刀妹瞄准敌方的 ADC 开启 W， 直接一发 Q 技能命中，瞬间带走了进，接着瞄准第二个脆皮奎因，我们果断闪现一技能减速，接着使用 AR 连招瞬间将其秒杀，两颗人头怎么够看，还有一个残血的牛头，拥有三项刀妹健步如飞，而面对挖掘机和我们的追击，牛头放弃逃生，我们轻松再收一个人头。
如果说阿卡丽是最强的收割型法师，那么刀妹就是最强的收割型 AD。 在这里，诺丹的酒桶被敌方的瞎子逮抓，靠着红 buff 贴身，酒桶血量不佳，在靠近塔的时候呢，瞎子 QR 的连招直接秒杀酒桶，装了逼就别想跑了。刀妹和牛头已经赶赴围剿瞎子，而敌方的艾克也参与了战斗，艾克盯上牛头就是一个猛砍，而刀妹和黄七则逮住瞎子，瞎子残血闪现翻墙摸眼逃生，但是嚣张的艾克依旧留在战场，牛头血量见底，如果不是我们之前的一发晕眩，他绝对不能够极限逃生，而艾克呢已经被我们连住逃生无望了，我们一发突进直接收下他的人头。船长赶来挑事，黄七迅速应战，瞎子呢竟然还没有回家，船长的勾引直接把黄七陷入了危险的边缘，而就在瞎子二段 Q 的瞬间，黄七大招成功保护住自己，剩下的残血单位那就交给我吧。牛头暴打救命圈，帽子上前 WQ 二连瞎子，而我们呢也是二连，直接瞬杀瞎子，而船长血量为550左右，我们果断闪现越墙，行云流水的一套带他升天，斩获三个人头。艾克发现了草丛的传送门，这一波不顾波比的阻扰，硬是打出了五下破功，把门摧毁。阿波比穷追不舍，闪现逼宫，但没有成功，反倒被前来支援的三人围剿。这一波我们马上传送营救波比，却不料被落地惊身。波比坚持住，我们依靠被动游走在人群之间。而就在此时，企图收割波比的 EZ 走到了我们的攻击范围之内，我们抓住机会，一技能晕住 EZ， 一套大招加普攻打掉 EZ 大半管血。好，我们转身攻击酒桶 ，Q 技能将其击杀，又刷新了 Q 技能，再次突进 EZ， 几下普攻配合一技能轻松拿下鱼头。阿杰也收割掉了艾克的妖姬，一波完美的四打五。装备全新的刀妹在后期就是最灵活的输出型坦克，在中路这里敌军拿下了大龙 buff， 企图进攻我们的中路，而上路的兵线呢也察觉了奎因在分堆，要想开团只能趁这个机会了，我们极力前进，敌方呢正在两侧，希望让奎因破上路的外塔，而就在这里瑞斯突然开启大招，瞬间闪现禁锢住了马扎，而我们反应迅速，利用小兵踏板完成二次跳跃，开启 W 两刀斩杀马扎，而友军呢趁胜追击，两个肉盾不需要理会，目标就是进。酒桶一发减速，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而这个时候，我们利用三项的功能，普攻一下牛头后，迅速上前，又是一发 Q 技能贴脸输出，进也瞬间倒下。落单的酒桶无力回天，接下来我们一路挺进，一波翻盘。看完本期的上单刀妹后，大家对这个即将崛起的半坦刺客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会在下期节目中挑选出几个有价值的观点向大家分享哦。被抽中的幸运儿都能够获得由我送出的神秘大奖，还在等什么呢？上一期的三名获奖观众分别如下，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的私信联系你们哦。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有一款从天而降的鼠标，没错，就是这一款热销到停不下来的一波 M639。 那么我看小伙伴们都是骨骼惊奇的电竞奇才，那么就把这款鼠标传授给你们吧。这款鼠标呢由14块分离式结构构成的，看上去就像钢铁侠的金刚铠甲一样，科技感十足，卓越的游戏性能，各种炫酷的灯效调节，为游戏添色加彩，让你的游戏更加的酣畅。那么最新的裂纹版本有黑白两种颜色，还是舒适的手感，卓越的性能，不一样的呢是全新的内附涂层，如肌肤般的贴合手掌，让手感更加的细腻，如火焰般的包裹，完美呈现出别样的美学，烈焰的光效时刻为你点燃战斗的激情。四月份外售的活动呢全面升级啊，这个月每个周末都有满送活动，小伙伴们赶紧到我的外售店进行选购吧，最后请认准我外售店的唯一网址，外售风点淘宝点 com。一局异彩纷呈但又紧张无比的游戏结束后，你是否发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呢？今天若风零食店给大家倾情推荐一款美食大礼包，相信它将成为你的游戏时的最佳挚友。叉烧酱烤牛肉干，手撕风情鱿鱼片，献给无肉不欢的你。另外三罐分别是香菇、芒果和玉米冻干脆，在零下30度的真空里急速冻干，没有添加剂，只留下饱满色彩鲜艳美味健康的蔬果冻干脆。
为了回馈广大粉丝们，我特地要求厂家再多加送一罐健康美味的蔓越莓沙琪玛，能量满满，只要一小块就能让你在游戏间隙迅速的恢复体力，美味过后便是胜利了。那么这款升级大礼包呢，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只要108元，共六罐，全国包邮，还送我的最新版签名照一张哦。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我的零食店还有活动呢。那首先进店就会送精美的钥匙扣，满100元可以将我的签名照收入囊中。满128元呢，一个和我同款的超大定制版的鼠标垫将会成为你以后游戏时候的手下之物，让你的操作更为顺畅，五杀超神来得无比轻松。我们输入屏幕下方的店铺地址，或用淘宝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店进行。